恭请祖师爷。祖师爷西兰花在上，减肥帮帮规第八条。大哥，是他们俩说要么瘦要么死的，凡我帮众私自摄入糖油碳水化合物者，虽远必诛。凡我帮众减肥半途而废者，虽远必诛。凡我帮众自己管不住嘴还拉别人下水者，虽远必诛。观众中国，我减肥帮历来奉行节食减肥，只有你俩越减越肥，说谁是卧底？大哥，这可是32楼啊，你别推我下去啊。大哥，我很苗条，我一点都不胖呀。那我就知道谁在撒谎了。上个月你是不是在老张拉面聚众吸溜碳水？我哎呀，我就喝两口汤啊。大哥放屁，你当时还跟老板要了两头蒜。吃什么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呢？吃面。好啊，你这个叛徒，把他给我拖到跑步机上拴起来跑到死。大哥你听我说。哎呀，好，我在跑步机上等着你，我就算做普拉提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大哥，我是清白的。大哥冤枉你了啊。小卡片，哎，是谁把这脏东西塞到我怀里的？上面写着什么？深夜诱惑，欲罢不能。你胆敢吃重庆火锅？大哥，我是鸳鸯的呀。我是冤枉的呀，大哥。你已经没法证明你是清汤的了。大哥，别让我死啊。死？便宜你了，拖下去上秤，把体重数发到网上去。大哥不行啊，大哥上秤啊，你还是让我死吧。大哥，这卧底都抓到了，下楼去我家休息吧。最大的卧底还没抓到呢。最近有人在我的厂子里面卖碳水。哎，老爸，你最近怎么总往这天台上跑啊？哦，这不是天台冷热量低吗？大哥啊，还是你觉悟高。你说这两个货他怎么就不会向咱们这些女帮众学习学习？那对呀，姐妹们说的多好，今天少吃一口糖，明天千玺来拜堂。今天少吃一口油，一博带你去旅游。今天少吃姐妹们醒醒吧。姐妹们，那是你们姐妹饿出来的幻觉呀。那是我呀。有拿菜叶子把嘴堵上。大哥你消停，你先坐。其实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敢问啊。说，吃这些东西为什么是罪啊？那还是很多年前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发说吃糖油碳水罪恶，后来说着说着就真成罪了。咱们帮里最近不太平啊。啊，力量堂堂主的蛋白粉让人换成了面粉。那不喝一嘴浆糊吗？浆糊险恶呀。有氧堂堂主夜跑回家的路上让人挟持到了烧烤摊，强行按着头撸串。强撸灰飞烟灭呀。最可恨的是我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。大哥，这难道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？丝袜奶茶全糖去冰。不仅如此，里面还加了波霸、奶盖、芝士、坚果碎、葡萄干、红豆，都没地儿加奶茶了。
哎，你怎么一尝就尝出来是全糖的了？标签上写着呢，大哥。啊，这东西有多胖人，你知道？你胖我可以，你不能胖我家人呢。大哥，大哥，我知道是谁干的。谁干的？肯定是老四。老四，他接你女儿上下学的时候总是说些奇怪的话。他说吃碳水使人快乐，长期不吃碳水容易暴躁。放屁！你看我不吃碳水，我怎么了？大哥，大哥，正常说话，都这样。对，没错。老大，我这次来，反而是听老四说，你在这里藏了不少胖人的东西。不可能，这明显是造谣啊！大哥，你了解我呀？我吃沙拉这么多年了，那什么碳水啊、主食，我碰都不会碰。你别紧张嘛，老四是反碳组的，怀疑你很正常。反碳组也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小帮众头上啊！大哥，我是清白的，我可以跟老四当面对质。大哥，这是在老爸家门口截获的外卖。你查我？嗯。这沙拉我不能吃吗？大哥，沙拉呀，蔬菜呀，本帮菜嘛。那这是什么？鸡翅啊，优质蛋白我吃不得吗？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鸡翅包饭。还是五常大米、啊。大哥，我不知道这是鸡翅包饭，我真不知道。老八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除了这些，这儿没别的主食。没别的是吧？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老四，动手！哇！没别的了是吧？那这些是什么？白白的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面，火锅米饭大盘鸡，拿走拿走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谁把这么多东西藏我天台上了？大哥大哥，这些好吃的不是我的呀！你承认这是好吃的了？所有的都在这儿了，面我一包都没泡，不敢呐。大哥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健身教练，饿怕了。健身教练，你大口大口扒拉米饭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是健身教练的儿子？你爸爸要是知道你吃这些，一个卧推把棺材板都掀开了。太阳能热水器里还有两个大馒头，洗衣机里还藏了四碗大米饭。老爸呀，你糊涂吗？我听说你不光吃这些，你还造这些。你偷偷学了拉面、摊煎饼、拌凉皮儿。你还自制了老爸秘制小汉堡，你是罪上加罪呀！大哥，大哥，我真没造。我每天坚持健身，我哪有心思学这些呀、啊？健身是吧？来，坐一坐。大哥，这是有拉力绳吗？我每天都练，这很简单呀、啊。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老爸呀！
你不是卧底呀、啊，你是海底呀、啊！给我拿下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大哥，你别逼我！擀面杖，大哥！饺子，你竟然妄图在这里包饺子！我今天就捣毁你这个治脚翻脚窝点！哎，大哥，这大哥，别过来！老爸，你疯了！哎、大哥、哎，吃口饺子吧！大哥，别啊！别嚼啊！最高端的食材，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热腾腾的饺子刚捞出锅，面皮儿筋道，蘸上陈醋，咬下一口，满嘴汁水。钢镚儿！这刻在我 DNA 里的旋律啊！吃到钢镚了，你要发财了！大哥，你有多久没体会过跟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感觉了？过年，大哥，饺子，大哥，好，那我就破一回帮规，咱们一起包饺子。